梁鹤群最易主持，各国上品型男驾到，和台湾大女人跨国大对决。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去夜店就是要把妹，有的人去是要研究装潢，对呀，研究装潢。两性私房话题，女生一定都会问外国人的在是不是？你不用，我跟你讲，不用再讨论，你来试一下嘛。敬请锁定《敬天娱乐台》二分之一强。